近日，一组萧蔷近照曝光。55岁的萧蔷身穿香芋紫抹胸礼服，大袖香肩锁骨，高开叉长裙，玉腿纤细 ，S 型身材，前凸后翘。提起台湾第一美女，很多人肯定都会想到萧蔷，同时她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女神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女神似乎都会魔法，根本不会变老。萧蔷就是这样，虽然已经55岁了，性感穿搭依旧艳压众人，令人不禁感叹，萧蔷都是奶奶辈的人了，居然还能美成这样。露肩吊带是非常时尚性感的设计，露出小香肩和露肩部位的线条，丰满的身材根本停不下来。对于礼服来说，露背设计也经常被运用在设计中，露出光滑的背部，精致的蝴蝶骨性感迷人。在萧蔷的礼服 look 中，上身结合了这两种设计，露出小肩膀和美背，高开叉礼服露出一双大长腿，还有这前凸后翘的好身材，性感指数瞬间上升。萧蔷的身上自然是顶着无数光环的，有很多人都觉得萧蔷是那种不会老去的人，毕竟她已经